尽管人们做了无数对不起我的事，我仍然是和他们和好的。我绝不用黑色的怨恨来建造我的坟墓。我比起那些控诉我的卑鄙之徒还要富足得多。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理。我现在历史，而且用我的鲜血历史，总有一天我流的血会引起他们的呻吟的。依靠帝王的颜色而生存的人是多么可怜呀！在。